阿祖法，我买到土地了，我很开心，很快我就可以接你和孩子过来了，我们一起建房子，我们一起过新的生活。康特的内心激动不已，他不仅成功购得了土地，而且还有足够的剩余资金来建造房屋，这标志着他为了阿祖法和未来所做出的努力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。那么你们觉得阿祖法会跟康特来这建房吗？大家好，欢迎再次来到阿东的解说。姐姐阿姨们如果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阿东，也请大家去阿东的橱窗多多支持一下，让我们跟随镜头继续往下讲。今天一早，康特依旧开着车在城镇附近到处寻找土地，他还是迫切地想要买到一块心仪的土地，他不想拖太久，因为他怕拖太久，阿祖法跟他离婚的决心会越来越坚决。康特在路上偶遇的这位老人家，虽然面孔熟悉，但一时之间他并未能想起具体是谁。当老人提到要去山里查看土地时，康特出于对土地的迫切需求，本能地询问老人是否有意出售。老人的肯定回答让康特心动，他决定亲自去看看那片土地，以便做出购买决定。然而，当他们根据老人的指引来到目的地，康特惊讶地发现，他们竟然来到了阿祖法之前居住的那个小屋废墟。这个地点触发了康特的记忆，他猛然记起阿祖法曾经警告过他，这位老人并非善类。意识到这一点，康特立刻警觉起来，他决定不再与这位老人有任何深入的交流，以免陷入可能的麻烦或欺诈之中。康特的迅速反应显示了他的警觉性和对阿祖法话语的重视，他选择听从自己的直觉和阿祖法的警告，迅速离开现场，避免了可能的风险。这一事件也再次提醒康特，购买土地是一项重要的决策，需要谨慎对待，尤其是在涉及到不熟悉或不信任的人时。阿东在这里也不得不说，康特在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之后，感觉他开始成熟了很多，虽然脾气还是暴躁，但现在也开始学会认真思考，这是一件非常好的开始。阿东每天都很认真为大家做好视频解说，一直不停地对着电脑剪辑视频，我也是非常辛苦劳累的。如果你喜欢我的作品，不妨给阿东点个赞，支持一下。同时，阿东也非常在乎你们的身体健康，姐姐阿姨们，你们一定要试一下这个英国的氨糖软膏，现在优惠促销，还买一送一。如果说咱们上了年纪之后有腿脚不方便，上下楼特别费劲儿的，膝盖不舒服的，还有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多的，现在这个脖子、肩膀、腰这里难受的，只要是关关节节的问题啊，你都可以涂抹一下，每天早上晚上各涂一次就行了。不得劲儿的厉害的话，那再多涂两次，它是氨糖小分子透明易吸收的，平时玩手机电视剧看多了，手腕不舒服的也可以使用，每次用的时候涂指甲盖大小的量，用起来先是冰冰凉凉的，很舒服，然后它的发热效果会非常明显，这是因为它的姜黄成分能够帮助扩张毛孔，驱散湿气、寒气和疼痛。阿东是真心推荐这款产品给大家，在阿东这里可以保证正品，而且价格实惠，你们可以相信阿东。感兴趣的粉丝可以直接点击阿东的头像前往橱窗选购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康特在回到城镇附近后，决定采取主动，向当地的商家打听土地出售的信息。他走进了几家店铺，礼貌地询问店主是否知道附近有土地正在出售。其中一位店老板告诉他，由于该地区土地资源紧张，价格普遍偏高，可能超出了康特的预算。不过，店老板并没有就此打住，而是热心地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。他提到自己有一个朋友，
在城镇不远处拥有一块土地，价格相对合理，或许能够满足康特的需求。于是康特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按照店老板提供的详细路线和指引，满怀希望地驱车前往。原来是你啊，雷扎先生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康特。在这个意外的重逢中，康特惊喜地发现，他所寻找的土地的主人竟是他的老朋友雷扎先生。两人之间的熟悉让这次交易充满了亲切和信任。雷扎先生也露出了惊喜的表情，他回应道：太好了，康特先生，很高兴再见到你。他继续说道，他手头有城内和城外的土地，考虑到城内土地的价格可能超出康特的预算，他建议先带康特去看看城外的那块土地。康特对雷扎先生的理解和帮助表示感激，他同意了雷扎先生的提议，并准备跟随他的车辆去实地考察那块城外的土地。康特在与雷扎先生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和实地测量土地之后，对这片土地感到非常满意。土地的地理位置优越，距离城镇仅几百米，既方便又保持了一定的宁静，这正是康特所追求的。他对这片土地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仔细的考量，最终决定购买。在价格谈判的过程中，康特和雷扎先生都展现出了诚意和灵活性。雷扎先生给予了康特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，这不仅体现了他们之间的友谊，也是对康特未来计划的支持。康特选择通过支票和部分现金的方式来支付土地费用，这样的支付方式为他提供了更多的财务灵活性，使他能够在保留一部分资金的同时用于后续的建房计划。雷扎先生对康特的支付方式表示同意，他理解并支持康特的财务安排，认为这样可以让康特有更多的空间去实现他的建房梦想，而不是一次性投入所有资金。康特已经开始规划如何在这片土地上建造一个温馨的家，为阿祖法和孩子们提供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。这次购得的经历对康特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，也是他努力挽回家庭关系的一个重要行动。